他是我的，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成卿要带人走，殿下谁能挡我？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啊。 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事，已然汇聚蜀地，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，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，他是我的。 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青要带人走，殿下谁能挡我？两袖清蛇，李淳罡。 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，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两刀，马马虎虎，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待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今天就算是王仙之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哼。 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我能不跟你走吗？